少，力量过，过了，你只有力量，只有力量，这个往外，这个力量那样走，这个力量那样走，对。哦，懂不懂？有差别，差一点，有差一点，里面会拧，有差一点，晓得吗？有没有？里面会拧，会扳，会扳这个手肘。哦，对。啊。哦，过来一点，对，大拇指断掉了。有体会吗？感觉不知道对不对？你的掌先立，先立好，好扳，这个不要直，弯曲，好走扳，不对了，立起来，在这里，看，变成一个，在这里，不要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好扳，好，你看你跑掉了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是不是搬？我是用力量去搬。那不然呢？里面的力量去搬。对呀、啊。外面的形去搬。形是只走到这边，你看形只走到这边，这个没有变。你不要让形走到这边，走到这边就断了。你走到这边变成掌根往前了，有没有？你走到这个地方的话，你们体会一下，你走到这边变成掌根往前了，这边变成没有连接，有没有？它没有扳了，它没有力量往后了。你在这个地方，我在这个地方，我扳，你看，它就有力量往后带，有没有？了解这个意思。了解，有体会到吗？角度啊，角度扳不出来。立起来，这个不要动了。好，小指往这边扳，小指往这扳，大指往这边走扳。这个不要跑掉，你又跑掉了。用这里去扳。对，你只要你看，我只要你们练这个，这个你会动吗？不对。不对，你不要用推的，只是这个，行吗？这个。但是我搬到这里了。你不会动哦，你的手掌，你的手掌不会动，你看。哦，我动。不对，你没动，你看他在动手臂，他在动手臂，然后你去动手掌，行吗？你看你没动手掌哦。奇怪，我是不奇怪，我们都这样，是吗？哎，你们不会动手掌啊？你们看，这个，不是去动手臂哦，手掌哦，手掌往外扳，往内，往外。往内，往外，往内，手掌立起来，手掌。老师手臂很明显就拧了。你看，对吗？